他为什么不进去吧？海林，我进来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啊！我离你特别近，我天天守着你，你踏踏实实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这次治疗队伍的主干力量，也是各个小组的负责人。我跟你们说几句，你们也回去传达一下。大家都要牢记，进了隔离区就是进了战场。我再说一遍，防护服一定要相互检查，对自己和你的战友负责，不能有一点缝隙。 干嘛的？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我是送盒饭的。我不管你是干嘛的，这里不能进。不是，有人需要盒饭。你把饭先放外面。你听着，我真是送盒饭的。我真是送盒饭的。你看，这是菜，这是饭，我真是送盒饭的。送盒饭的，以后记住了，送盒饭只能送到这儿，不能到里面。以前送盒饭的不是你啊，那个人呢？啊，他那个怕被感染，就换我来送。你是送快递的。 主任，我能求他个事儿吗？你说，我这次进去，再出来还要隔离10天半个月，我想让您帮我捎一件东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能帮我给我妈带点感冒灵吗？让她保重身体。